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。利益中尊，皈依僧伽不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益中尊，皈依僧伽不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益中尊，皈依僧伽，入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76页，107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，上面语诗文经欲善知识文法能行均极难得，甚为稀有。这些话在这部经里面自始至终说了很多遍，变数越多说明这一句话越重要，一定要静心听讲，听明白了依教奉行，从此这里所说的遇佛不容易。在这个大世界里面，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一个不是每一个世纪都有的。那释迦牟尼佛的法音只有12000年，12000年前没有，12000年之后也没有。你要刚刚好出生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佛法弘传的地方，文法难现。接着前面，遇佛、闻经、遇善知识、文法难现，通通都是很难得的事情。所以叹之为啊，甚为稀有啊！真的是稀有啊！可是有些人，他一接触，他就相信，他就能信。这种人不多，在历史上有记载。为什么他难，我们不难？每个人过去生中，这人不是一生，告诉我们人有前世，
有今世，有后世，就有来世。我们会不会真的死去，消失在这个世界？佛告诉我们，没有。你只是把这个身体丢掉了，灵性存在啊，那是真的你自己，身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我们知道，佛门里面最重的戒律是妄语，佛的话没有一句是欺骗人的。啊，佛没有这个必要，而且佛告诉我们，生命是永恒的，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了，堕到六道的里面来，很不容易出去。那佛告诉我们，修到什么程度，你脱离六道轮回了。要证阿罗汉果，可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阿罗汉是自度了，他脱离六道轮回。他如果在六道轮回里面，那是跟菩萨一样，是来实现的。啊，为什么要实现？帮助有缘的众生。啊，前世家亲眷属好朋友，这一世他证阿罗汉了，看到我们还在六道里受苦，啊，有缘，啊，有缘，有缘就能相信，啊，所以他就又来实现，来帮助我们，这是大慈大悲。佛教出现在世界，目的何在？无非就是经论上常说的，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苦，怎么样让他帮助他出苦，得到幸福快乐？跟儒家教学的目的没有两样。而且许多理念、方式，很多都是相同的。那学佛，首先就要肯定，我们没有生死，这是跟你讲真话。生死是假的，为什么会有生死？刚才说的原因，那不是这个原因呢？不是原像我们，我们就不是这个原因。啊，阿罗汉以上的菩萨佛是为众救度众生而现身的，到这个世间来投胎。哎，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，拔相成道。啊，一生分为八个阶段，说得很详细，很清楚。其实佛告诉我们，在佛法当中跟你说真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话不假的。你为什么能成佛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佛是什么意思？佛是完全觉悟，没有丝毫迷惑，这大觉世尊。那这是世间最尊贵的人啊，他不迷惑啊，他聪明啊，他有智慧啊。事出世间法，他全明白。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那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是你自己。本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所以大家平等。那什么造成不平等？
烦恼，烦恼就是障碍，造成的不平等。啊，佛跟我说，烦恼大分可以分为三大类。第一类叫无明，无明论就是无知啊，没有智慧。第二种是尘沙，尘沙是比喻，就是你的烦恼习气太多了，无量劫一世一世累积下来到今天，太多了，说不清啊。用尘微尘灰尘用沙来比作比喻，啊，尘沙烦恼，啊，见思烦恼是你把对于一切问题、一切事现象看错了。是见，想错了是思，你的认知都是错误的，都不是真正的。你比如我们讲生老病死，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真的？它确实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要对佛法再稍深入一点就了解。啊，佛门里头没有生死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对立的佛法里都没有。啊，对立的可多了。啊，我跟人对立，我跟山河大地对立，啊，对立就是有长就有短，长短是对立的。高下是对立的，智与无知是对立的，凡夫圣人是对立的，这些对立的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那我佛为什么这样说？不这么说法，你不懂，你无法体会，所以要用众生的知见给众生谈佛法，慢慢叫他放下，通通放下了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开悟，常讲修行的开悟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我们的行为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，那就开悟了。啊，用什么方法修正呢？看破，放下。你看，释迦佛一生这样教人，孔老夫子也是如此。儒家也是叫看破放下，名词不一样。大学里面所说的“各物知之”，“各物”就是放下。啊，物是什么？我说欲望、物欲。你要想真正做学问、开智慧，先把你的欲望放下，就是格斗啊。啊，跟你的欲望去打一仗啊，打胜了，把它放下了，不再理会它了。这个放下之后，自信里面的智慧就现前，就叫智智。啊，所以智慧是本有的。慧能大师讲得最好，他是中国人，唐朝时候人，啊，不是从印度来的，而且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他开悟了。他怎么开悟的？放下了。那开悟的缘分都记在《坛经》里头，《六祖坛经》。那我们读《坛经》就知道了。啊，开悟的缘是五祖要传位。啊，五祖知道，能大师开悟了，他知道，别人不晓得，啊，只有慧能自己知道，要传位，吩咐大家做一首偈子来看看，谁开悟了，这个
祖师的位置又传给谁？啊，大家都认为神秀。啊，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，常常代替五祖跟大众说话，那肯定是他们，没人敢写。笔者神秀写了一首偈子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神秀写的，啊，大家看的时候非常赞叹。五祖去看一看，也很赞叹。这个偈子传到能大师，能大师一听就知道他没开悟，他着相，这前面讲他着相，啊，着了佛法的相，佛法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啊，你要把它丢掉就开悟了，丢不掉的时候永远拘束在里头，就错了。所以他把这句子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啊，这时候就一改正过来之后啊，整个道场的时候都震动。五祖听到了，赶紧跑过来，拿着草鞋把这个句子擦掉，告诉大家也没开悟。大家平息起来，我走上是没开悟。啊，这个动作完了之后，五祖在下午巡寮，巡寮就是方丈住持，一个月当中至少有个两次，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，叫巡寮。啊，统统跟检查一遍，好像是检查一遍，看一遍。啊，他巡寮的目的干什么？目的就是跟慧能递消息。啊，能大师的对话里面冲泥破柴，做苦活。我们看他的人冲泥破柴，实际上他在那里修禅。他成就了，看确实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所以无所用这招，用巡寮到对方去看他，大家不在意啊，问他你熟了吗？那没，早就熟了，还没筛，就差这一道了。啊，实际上五祖问你你熟了没有，你是不是已经见性明心见性？他说是的，还没有人给我证明，真正意思在这里，没人听懂啊。五祖用拐杖在他对子上敲了三下走了，那三下慧能知道，三更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找他又会呀，巡寮是又会呀。晚上三更，果然方丈室的门没关，又推就进去了，他就进去了。无祖可欢喜啊！啊，默契他完全知道啊！啊，问他明心见性。姓是什么样子？说来听听。他说了20个字。五祖说行了，衣钵传给他。半夜，小船预备好了，叫他赶快走，离开，躲藏起来。那为什么嫉妒障碍的人太多？不服我啊！你不认识字，是个卖柴的人，怎么祖师把物资传给你？哪有这种道理？
这个福啊，你就晓得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。他躲藏了15年才出来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化了，忘了啊，再出来。大惑无阻的20个字就是自信、真心啊，明心见性，性就是真心。我们起心动念是妄心，妄心造业，真心成佛。啊，第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何其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是清净的。会不会染污？不会染污。染污是妄心，真心哪有染污的？啊，佛菩萨、阿罗汉用真心，六道凡夫用妄心。就我们讲的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叫妄心。用妄心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从妄心产生。啊，自信是天真，是自然的，不是你修来。只要你放下妄的，真的就现前。就这么道理，所以他本来清净。那么我们今天心不清净啊，起心动念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不知道有多少。那修佛经都把它记得牢牢的放在心上，错了。那经和经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没有说佛法在外呀，所以佛法也不能着啊。一教修行不能着相，这就高明，这就是真正相应。那佛这话用凡夫的这个心态方法去修佛，佛法佛法全程变成世间法，那不是佛法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啊，本自清净，本无烦恼。那第二句话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这个环境，是生灭法。昨天能不能再回去？昨天事情过去了，过去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生灭法。再往近处看，1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前面1个小时再不会回来了，没了。啊，再1分钟，再1秒钟，你能不能把1秒钟让它住住？不可能。前一秒灭了，后一秒生了，所以叫相续法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在经上告诉我，这是佛经的科学啊，起心动念，一弹指，一弹指的时间很短，有多少个念头？这三灭法经常跟我们讲的32亿100千年，100个千是10万，这用这个做单位，多少个100千呢？32亿100千，我们乘下来320兆，一弹指，一弹指已经320兆次的生命，你怎么说的是真的？那每一个妄念生了，马上就灭掉了。第二个妄念起来，第二个妄念跟第一个妄念相似，不完全相同，没有完全相同的，假的。这种现象，佛灭后3000年，到现在。
量子力学给我们证明了，佛在3000年前就讲了，现在才发现的，真的随佛法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是世界上最哲学的最高峰。我相信20-30年后，科学家会肯定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。那么佛法我们就知道，佛法的内容是什么？是伦理，是道德，是因果，是高等科学，是高等哲学，才把它搞明白。那书经读得很熟的时候，听量子力学家做的报告，我会点头啊，没错，佛是这么说的。就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我们的真心不生不灭，我们的妄心有生有灭，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第三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。所以智慧不要学，学不到智慧，学知识可以学，智慧学不到，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。那换句话，我们明白了。所谓诸佛菩萨，他们就是本来有的自信，他开发了，他没障碍了。那凡夫呢，本来有的智慧啊，完全被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这三的大类烦恼把它盖覆住了，一层一层的吐不出来。像灯，点灯本来是光明的，我们用这个厚地板把它遮起来，它光透不过来，是这么个情形的。所以人人都能成佛，只要你肯放下，你把见思烦恼放下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第一个目标你达到了，就生死轮回没有了，解决了。再上一层，你能把尘沙烦恼放下，你就是菩萨。你住在极乐世界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做菩萨去了。再提升一层，把无明烦恼放下，成佛了，就究竟圆满。圆满什么？自性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，一切法的时候通通具足。所以你能够自在现象跟众生往来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可以现什么身；应以佛身得度，你现佛身为他说法，他接受了，依教奉行，才会成就。所以佛法是真正平等法了，佛所有的我们全有啊，只是他用得很自在，我们是有偷不出来。佛教我们从哪里下手，从哪里起步，从看破放下。是先看破还是先放下？这是我早年学佛见张家大师头一天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的。他告诉我，烦恼当中的人，从看这个放下下手，烦恼当中的人，所知当中的人，所知当中，你知道东西很多。你读的很多，学的很多，那全是障碍，让你的自信不能放光。那怎么办呢？要从看破下手。
啊，你要这样慢慢的，先放下烦恼障，慢慢有一点智慧，啊，再逐渐逐渐的加强，看破，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会把它放在心上。到什么程度？到菩萨的程度，就得大自在了，比阿罗汉自在。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东西。啊，菩萨放下了，跟佛一样。啊，佛放下了，菩萨放下了。所以我们晓得，能大事，他能成就的，就他放下了，他没有烦恼，很单纯。啊，后面他后边还有两句话，第四句。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真心是不动的。我们这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叫动摇，这是妄心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要什么？如如不动，所以要修慧定，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定，只是方法不一样。啊，鉴定慧是你自己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只要你把它找回来，啊，戒律最重要的戒律，无戒是善，不杀生。为什么不杀生？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我从哪里来的？自心变的。这个动物从哪来？也是自性变的。花草树木还是自性变的。山河大地都是自性变的。万物与我一体，这是真的。你能爱万物，就是爱自己。这句话，不但佛经上说的很多，说的很详细，几乎所有宗教经典就都有。所以我肯定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化身，要不然怎么会相同啊？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也没有资讯，交通不方便，也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，他们所说的为什么都一样？啊，那就是我们相信大乘经所说的一切万法是自性所变现的。最后一句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这宇宙大千是从哪来？是我们念头来的。所以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整个宇宙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这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。那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好，风调雨顺，怎么来的？这个地方居住环境的人念头好。那念头不善呢？不善就有，你像贪心、水灾、海啸、啊、傲慢、感的地震、啊、怀疑，感到我们讲地大地突然陷下去掉下去，这是你怀疑啊，嗔恨、火灾。都有，都是起心动念这些东西啊！啊，佛法懂的是有好处啊。大家都造业，我不造业，他能沾我一点光啊！我要真有功夫、啊、才行啊，能把这一方众生所造的业那么的降伏下去啊，是有灾难不爆发，或者是爆发了轻一点，不会很严重。
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完全说明这道理，把它讲透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真的，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你就见到真的了。你要慧能，才见到真的。真的是不生不灭，永远没有染污，本自清净，永远没有染污，什么都染污不上它。啊，本自具足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佛法求什么？求本自具足的，把它开发出来。用什么方法？用定功，用戒律。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，定功深了就开发了。啊，小定、小悟，大定、大悟。更殊胜的大定就彻底开悟了，不从外来啊！所以佛法能够听到，能够相信啊，能够欢喜，能够发心学习，不是这一生的人，一生不能成就。过去多生多劫啊，学过，今生听到才二熟啊，把过去生中在阿赖耶的印象挖掘出来，帮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把它认识，认识之后这个路好走。特别是这部经，啊，我从26岁修复到今年66年，啊，我33岁出家，出家了一年就开始讲经，讲经58年。这个法门我什么时候才接受？讲经30年才接受。你看前面30年的时候都不行啊，啊，30年才接受啊，可见的真的是经上所说的难行之法。那死心塌地抱住这一部经，这一句佛号，决定求生净土。85岁才下这个决心啊！为什么越看呢？年岁大了，不敢再在经藏上下功夫耽误时间了。我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信、愿、持名，就是本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，我才真有成就。决定求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完全恢复，差不多跟佛没有两样。这个不是自己的功夫，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他给我们，我们享他的福报啊，在那个世界一方面享受阿弥陀佛48愿加持，同时提升自己，速度多快，提升自己证得究竟圆满。慧起这一部大经下临居居士也是了不起的人，出现在这个时代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
十道都通啊。啊，佛教派别很多啊，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它都通。啊，也是在晚年接触到无量寿经啊，五种缘一本他都苦，欢喜快乐好多天哪、啊、人好像不正常一样，怎么满那个欢欢喜喜的啊，好四五天到底欢喜什么呢？欢喜这个经上讲的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，自己有份了，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打滚，这一生我可掌握住了，这个表演让我们看到听到了，在一个无比深刻的印象，我们真的接受了，肯定像老居士一样，像老居士一样那么欢喜啊，那么快乐啊！啊，这个世间再没有东西比这个更欢喜的了。啊，一生保证我们成佛。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啊，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智慧都不相干，只要你深信不疑，只要你求生净土的念头，我在这个世界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我尽量做，我再不再来这个世界不想来了，我把这世界完全放下了，这个世界与我毫无关系啊！但是众生有苦有乐啊，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！与自己不相干，自己极乐世界这条路稳稳当当铺开了，这个要学，太难得了，真的就了你，无量劫来你都没有难得遇到一次机会，就像下联句老句子一样，这么欢喜。啊，真一欢喜，几天都不能睡觉，那个欢喜心发出来。我们再接着看，下面这些注解全都是黄念祖老居士做的啊。但此三者之难，莫过于下之，若闻是经，信要受持啊。难，确实是难，难能的，难能当中的难能的，是难中之难的。其稀有难得，无过于此者，故曰无过此难。这个话，我们完全肯定毫无怀疑的接受它，这就有大福报了。真的这一生当中你圆满成就啊，你还能不放下吗？不是等往生那个时候放下，我现在就放下了。
放下都快乐，你没尝味尝到过，你真放下你就真快乐啊，真快乐。读这部经，每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快乐无比啊！啊，世界假的，连这身体都是假的。啊，身体不要了，还要什么？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？还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？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放了，连佛教的经典也不要放了。啊，经典是适合那些放不下的人，他们要学的。真正放下，你要经典干什么？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我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嘛。啊，下面提一个问题：无过失难，为什么？净严书有答案。于义于法，处处宣说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一生讲经三个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讲的经太多了，我们今天把它收集起来，称之为大藏经。啊，是老人家一生讲演的记录啊！啊，这就是于义于法，佛常常讲。啊，这个法呢难了，开显净土，教人往生，读此一经，是为最难。啊，那么这部经，我们现在晓得。大藏经里面有十二种不同的版本，都讲戒杀戒落世界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少讲十二遍，遍遍大同小异。那蒙古大藏经里面，这金教授告诉我的，这大概有十五种啊，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唯独这一部经，这个法门不厌其烦的供养大家了啊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，诸佛如来都称他为一心难心。断烦恼才能成佛了，这是普通的法门，通途法门。谁能断见思烦恼？谁能断尘沙烦恼？谁能断根本无明？真难了。断见思烦恼才证个阿罗汉，超越六道了，算是成就。你不在六道里头受苦了，你得到解脱了。但是虽然不搞轮回，智慧而不圆满，生诸佛如来方便有余土，还要修行呢，时间还很长啊。破一点无明，这一份法身，菩萨，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啊，至少
最后这十个地位，十地菩萨，一地比一地时间长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哪有这个法门叫我们在一生当中，时间是短的，三年五载你就成就了，长的十年二十年也能成功。抓住这个法门，在佛法里你中了头奖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经言所说，于义于法处处悬殊，佛说的很多啊，开显净土，教人往生，读此一经，是为最难。会疏里面也告诉我们：若闻此经者，至是闻讯也。现要受持者，往生正业。虽信要本愿，受持名号，此法超逸诸教故，得业超出诸善故，众机通入报土故，种种根基悉生报土，一生成般故。句句话都是实话，句句话都是真话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世，给我们示现住在这个地方八十岁啊，中国人说八十岁，外国人讲十足年龄七十九岁啊，一生教化众生，这个法门殊胜第一，多次宣讲，我们相信。为什么多次宣讲？怕失传。你看在中国十二种版本有七种失传啊，多次宣讲多，无论哪个版本得到同样都得相同的利益，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我们这两个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，若人于此地稀有，难闻难信，至一生成办的妙法。不要等来生，一生就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能闻、能信、能受、能持，当知此人彼是度劫寻修，续种善根，虽啊难能稀有，超过一切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一个人听到这个话嘛，真的像经上所说的能闻能信能受能持，这个人净土根基天人，他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多生多劫的善根加持他了啊，诸佛如来也加持他，所以这个机缘他能遇得到，
遇到之后，心愿成念，这四个字就说了，决定得阿弥陀佛来迎接，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一生圆满成就。所以，男男稀有，他统统获得。幕后告诉我们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此非为法门难修，盖指如是之人，有如是稀有善根福德因缘，至为难得。这个后头这一句话，我刚才念的，我再念一遍。此啊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此非为法门难修，盖指如是之人，有如是稀有之善根福德因缘，至为难得。话要听清楚，这几句话太难听到了。我们在什么地方听到这句话？啊，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过去讲过不少经。没有说过这个话了。说过这个话是在讲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赞叹稀有。什么稀有？我们过去生中所积的善根稀有啊！所以这一生你一听到了，生欢喜心啊，像下莲居老居士。听到这个法门，接触这个法门，欢喜到好几天啊！那个欢喜止不住啊，延续好几天，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啊，希望我们有缘接触到这个经典。读到这一段经文的，都是难中之难，我们掌握住了，啊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了。记住，真想成就，彻底放下，哪个不想去啊？为什么去不了？还有放不下的东西在。关键在此地，我在这里给你点醒啊，一切放下，不再攀缘啊，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可以做，没有利益的事情决定不做啊，为众生想，我要照顾他们啊，尽可能的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，劝勉大家一生成佛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